俊还想啊，因为他有跟日本的那个无名街有往来过。哦，我从来没叫一个品啊。因为我的话，我是请我妹去日本的，就是网络店去查，所以应该不会直接跟他们业务买。好像认真一点。你租了一间房防御。对，你能漂亮打到一两拳就好，加我程度本来比较高。要加税哦！啊，还要跟你说一次啊！还要关税？是啊，是他坐飞机过来的，从日本过来，还是要加税，就不会价格。麻烦唐轩老板娘，他不怕。可我们跟店面买不加税，对吧、啊？还是会啊。如果是在日本当地买。小心！
剩一分钟。换个位置。宝清街旁边，哦，这里，简单的路口对面就好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，那边是哪条路啊？哪路嘛？因为老街这边嘛，对，这边过来，我记得有一个停车场，对，反正就过油嘛，这里有一个。那我们该走新台路上面是什么区了？对吧？对吧？山路嘛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你戏子很里面嘛？还好，其实还好，偏南港的。哦，那还进到路。不深。好像你不反击，可是可以不退。只要给他一个不要太，就是要要分，要是一份，跟选手或是那个。打重拳之前先出个线，就慢慢。对吧？那他还是要保有自己的风格，就每人风格都不一样。对啊，我
能白板很超过。你都挡了就不要退了，甚至可以往前把力量抵消掉。想着要反击，所以手一开，先挡一波。刚刚是，他是4000块，对。